接下来演唱一首，也是在蓝影好朋友教的一首蓝影的歌谣。这首歌大概是叙述蓝影的一个很认真重点的一个男子，叙述他的心情。这首歌歌名就叫做《男子田野民谣》了。他是没有歌名啊。其实不知道哎，每次啊一个人就是要准备表演，然后开始安排歌单，然后要唱什么歌，甚至在练习的时候啊，就充满很多画面啊，我要唱哪里的歌啊，就想象很多画面，哪里的啊，海呀、啊、山上田里呀、啊、溪呀、啊，好多画面，我在啊，我要讲这个，我要讲这个，只是一到台上的时候，全部都忘记，全部都忘记，我很抱歉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那你们就拜托你们借由我的音乐，借由我们的歌声，去想象那个画面，就这样。觉得这个角色好像比较好玩，那个可以，他拉手风琴，然后弹钢琴，然后又可以敲木，然后又打手鼓。